那再一次为大家隆重推出。那其实我在很多的这个音乐类的这个电视音乐类的节目，包括演唱会上都已经有开始使用我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加款的这个 Tenor 的萨克斯风。那这把乐器我其实觉得比市面上90%的 Tenor 萨克斯风都要好，真的非常的通畅，声音非常的有特点。我来听听看。